好的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是11:09哈，我已经在滨江市场了。那今天有比较早出门，所以现在11:09到了。那么我今天还差20趟，没错啊，这今天就是我的这个周间趟奖的最后一天啊，现在就差20趟啊，希望也是能够顺顺的哈，就午餐10趟，然后晚餐10趟，当然是最希望是午餐能够。干脆就给他20趟啊！当然了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有的时候这个希望呢总是最美啊这样子。好，那反正顺其自然啦哈。今天能够跑完20趟，拿到那个趟奖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现在要往那个麦当劳 Subway 那个方向前进。好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五常街上面，我才刚转过来，要往这个麦当劳方向前进，我就已经接到一单了。这一单进进的不错啊，1.5公里，非常开心啊，能够接到这个短单啊，我要赶快去取餐啦，就在前面那个复兴北430向左转而已，很近，令人开心啊。啊，各位朋友，现在小巨蛋这边我要等过马路这样，然后刚刚看到一位伙伴从那边冲过来这样，然后。我有看到他，但看到他很专心在找路，我就没有打扰他哦。这样，我想他手上应该是有单急着要去送这样子。哦，他的那个车很特别，他的前轮小，后轮大的这个人力脚踏车这样。那台车很漂亮，那台车很漂亮。那前轮小，后轮大，然后他的大包是放在前面，就是我菜篮的这个位置。哦，那我上次有碰到他，哦，我有问他说，哎，这样子会不会有龙头不稳的问题？然后他表示说不会，哦，那代表就是那台车子的配重不错，哦，也就是他的大包在前面的时候呢，前轮的转弯哈，不会颠颠倒倒翻来翻去这样子，哦，那我认为就是那台车真的是不错。那这位伙伴他上次有跟我讲说那台车很贵。我也觉得，因为他既然能够把大包放在前菜篮的位置，然后转弯啊、驻车就是停车下来什么的，然后他的前轮都稳稳的，不会这样子颠颠倒倒的，那台车真的是有它昂贵的地方啊，这样子。哦，那台车，那个伙伴讲说那台车也有电扶板的这样子。哦。那我有想去参考看看这一台的电扶板这样子。好了，我要专心过马路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目前在忠孝东路四段的巷子里面，我现在要去那个忠孝东路四段，的那个麦当劳哦，要去那个麦当劳去取餐这样。啊，目前送了5单，现在是12:11，送了5单。今天午餐状况不错，我讲老实话，今天这个有点恢复正常了，感觉很好。那么，我到前面去，哇，这台很帅，你看到没？各位朋友，2颗电池的，哇，这个续航力一定超强的，超帅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现在在朱伦街上面啊，我刚把手中的第6单送掉啊，目前是没单的状况。那这边很靠近这个南东复北的麦当劳，所以我想要去那边去看看，而且这边也有一些我的老朋友啦哦，像那个庆州馆，还有前面有一间那个韩式料理。来这边看一看，不过这两间哈，他们动作都很慢，有时候要等，不过没关系啦，没有单的时候你就等吧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先慢慢的晃到前面的麦当劳那边去等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民生东二旁边哦的这个学校旁的这个小巷子上。哦，我现在是还差了2单，才10单，我现在已经跑8单了，现在是12:55。
啊，我决定去长春路上麦当劳碰碰运气，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单啊。哦，中午呢还差两单呢、啊，啊，还差两单，希望中午还是给它跑完这样的。不拉到晚上去哦，那晚上就要冲12单了、啊。不过真的要冲到，真的要拉到晚上，我也没辙，我也得接受，因为我们这个派单还是靠这个 Uber Eats 工会啊这样。然后呢，客户没人点餐的话，那当然单量就少咯，这样。好啦，我已经快到长春路啦，就在这边等一下吧。哦，结果我接到了一单那个 Subway。啊，好吧，我要去 Subway 啦。这里的最近的 Subway 在南京东路上面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我目前人在这个松江路巷子里面，哈、啊，靠近锦州街。那么现在是1:10，我送了9趟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多报废的机器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哈、哦。啊，差这个一趟啊、哦，差一趟啊，我想说1:10的，差一趟就在这边等一下看看有没有一趟。当然，我是希望能够回士林的路上啦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会慢慢的骑往士林的路上这样子。好，那、有单就有单啊，没单啊就没单了，没法躲啊。哎呦，那个面包很特别，我要去看一下。啊，各位朋友，这个是锦州街227号的哈、哦，它叫胡子卖胖哈、哦。啊，这件面包我认为好不错，我用看了我就知道为什么。看到没？哇，那个气势很漂亮，面包的气孔气势很漂亮，一定很好吃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是1:17，我已经在这边等了算7分钟吧，也没那么久了，大概六分多钟了，六七分钟没有待。对，那今天我午餐就是跑了9趟。哦，那我已经下线了。好啦，那么接下来剩下的11趟要晚上才能够完成啦。哦，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回家了，赶快回家休息，然后晚上再好好的把那11趟把它跑完。对，我刚刚进去哈，就是买了一些面包，胡子卖胖哈，这样啊，他们的面包真的超棒的。哦，这个是我刚刚那个他们在陈列柜有的哈，这样那个是比较大块的那个面包，然后它外皮非常的脆啊，内里软，皮脆内软哈，很棒，而且很香。这个是全麦的这个苹果。那个叫苹果派啊，我也不知道它怎么称呼啦。然后这个是海盐软发，哇，很棒。哦，哇，这个面包哦不贵，它不贵，像这样子才65块钱而已，吃饱饱啊。说老实话，大家可以来这边买，它在锦州街227号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我这个刚过圆山花博哦，现在是4点几分啊？4:53哈、哦，快5点啦！啊，今天晚上啊，就是最终啊，这个周间烫伤的这个最终啊，哦，啊，差11趟，要努力把这11趟把它跑出来的。当然还是希望这个Uber Eats工会啊，还要这个。多赏识一下，多给我一些单呐、啊，好像，希望今天晚上能够顺利完成，不要什么差个一趟吼这样子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今天呢，我会这个，我会尽量就是接单啦、啊，这样。那、当然太远了我就放弃啦，但是我会算一算，比如说。3公里2单啦、啊，这种的我就还是接哦，这样，因为要冲单量啦、啊。
哦，赶快冲一冲这样子。哦，那个烫奖把它拿到就 OK 啦。哦，好啦，我要往这个老地方前进啦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麦当劳没有给单，明天西子安麦当劳没给我单，那所以我决定赶快往那个民生西去走，这样往民生西那边的麦当劳前进。啊，今天就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个不太会给单的地方，因为我今天就是要充实一趟啊。哦，这个是。很血淋淋的业绩压力哦，那台正装的骑走了，表示这个伙伴今天有上工哦，他都把他的车子停在这边，然后把电池带回去充。正装那台我也有考虑啦，那台我有考虑，原因是因为它电池大，它的电池号称好像是100还是140，我也忘记了，反正是一个很大颗电池。这样那一台吼，就前后都有避震哦。其实简单来说，就是骑起来舒服啦，因为有避震骑起来舒服。但是说老实话，那台实在太丑了。正装这间公司哦，可能真的不太会设计，就是功能取向的啦哦，那功能导向的这个思考这样，所以它的电动脚踏车蛮丑的，我看上一次到他们那个士林的展示店去看那一台叫做小黄蜂啊，还是什么小蜜蜂还是小黄蜂，哎，真的是功能导向的，不是太漂亮的车。不过其实这个有时候真的要看啦，就是看大家怎么想啦，这样子哦。好啦，我要往那个民生西路前进啦，看看前面有没有单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非常的幸运哦，就是刚刚呢一口气冲了5趟，这还蛮幸运的。不过最后一趟第六趟哦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不小心把它按到巨单还怎么样，反正它就是亮亮亮亮亮。然后当我在观察地图的时候，因为我要知道就是那单要送哪里的时候，它就整个消失了。哦，不过它的那个消失的方式好像不是被我锯掉的感觉，因为锯掉的好像不会是那种莫名其妙就消失，它还会稍微停一下，然后不见。哎，不解之谜啦，反正这个第六单没有拿到，哦，这有点惆怅。第六单100多块钱啊。它只有不是只有两项，是只有1公里啦。也许它还在哦。不是两，我不小心本来要讲两单，不是，是只有1公里，然后100多块钱，我怀疑那是被弃单了。哦，就是被弃单弃得乱七八糟这样子。啊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反正那单我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它就消失了。哦，那就算了。那我现在呢，刚刚把第五单送给客户之后呢，就断掉了，哦，跑去上个厕所，5分钟，哦，所以接下来慢慢骑回那个，捷运中山站跟金站那边看一看，哦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是7:30，哦，然后我人在这个重庆北路2段的巷子里头，我要往迎明北路方向走哈，身上是最后一单哈，就是第20单哈，这样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这个恢复正常哦，系统恢复正常哦，工会的这个办事小姐哈 ，AI 小姐应该开始上班了。为什么会这么讲呢？因为今天晚上的这个单量哦，真的是多哦，不得不讲真的是多。我刚接到这个最后一单，就是第20单的时候呢，其实。这个系统还狂丢单给我，但是因为我就是，不想再接了，反正就是这个是最后一单了，那我就拒。那我已经拒了一个夹单，然后两个，你看两个夹单跟一个单张的这样，总共5，算是5单被我拒掉了啦。哎，我到客户这边了，我先送。好，各位朋友，目前在延平北路2段这边哈，刚把手中最后一单第20单送掉了。
啊，我刚刚系统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我要离线，他不让我离线，然后他就突然间显示异常，我只好重开机，笑死我了。那我现在确定就是要离线，然后我就今天就是送到此为止这样。那么今天晚上的系统都恢复正常了啦，这样。Uber Eats公会的这个派单算是正常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弃掉蛮多单的。哦，今天我就有一二三，两份啦。哦，我用份来讲有点怪，因为它是夹单，两份夹单，对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一二三四。啊，好了，我不管夹单啦，我用单量来讲，我有四趟是要送三重的，被我去掉了。那么有这个有一趟送中正区，然后也被我拒掉了，这样子，因为我今天就不想跑中正区，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最后就是接最后一单了，他就是一二三。三单啦，然后有一个夹单，是有一个夹啊，惨了，我秒忘，好像是有一个夹单，反正我就把它去掉了，所以今天这个，反正我今天去了蛮多单就对了，那么所以今天系统啊，这个 AI 小姐有正常了，太好了，希望就是接下来几天都恢复正常哦，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就今天就保持离线。我已经离线了，他怎么又问我一遍呢？有了，我现在尚未上线。好的，那我确定这个系统应该是有在修什么东西吧？反正现在系统是正常的啦。今天晚上这个单量真的是还蛮漂亮的。当然，我认为不排除是因为就有些伙伴啊，可能都烫墙跑道都回家了，就像我现在烫墙跑道，我也要跑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哦，明天我要去修脚踏车。上次我要修后台，结果那个时候那个马修老板就因为我太晚到了啦，然后老板就问我可不可以就改天。那我本来是想说我礼拜三去修。后来想想说啊，这个礼拜三这个拼单量拼得那么辛苦，又拼得那么晚，所以我就没去了。所以我决定明天礼拜五这样，礼拜五再去这样。后胎要坏这样，然后再来是刹车，可能要再请他帮我检视一下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反正要修这个换胎其实不会换很久。但是我是觉得说好没关系，那么明天午餐我就不跑，然后我下午去换，大概是这样，好。